长以及我们的侦察队长和我们的组员，那么还有我们今天的领跑同学，我们的李博瑞同学一同在我们的舞台上这边，我们来做一个反诈骗反贿选的一个宣导。哇，非常棒的画面，非常的好看。再次感谢我们彰化县政府，我们的县长，感谢我们的王惠美县长。是的，经理高经理，以及我们彰化县议员郑俊雄郑议员，裁判长为我们说明一下，在跑的过程当中是适合的。那无拄好的时阵变乱，这个麦克风交给我们的。这样呢，参加我们是国际狮子会，在此祝7:30来鸣枪起跑，我们请台上所有的与会贵宾。2023年园林狮子杯亲子路跑正式开始，请跟着我们今天李博瑞同学以及我们的检讨车，我们苏巴鲁检讨车，我们台湾十大马拉松的田中马，接着就是我们的鹿港马，可以看我们的古迹文化，再接着就是我们的伯利欧为公益而跑的礼拜，我们呢这个开始我们的亲子健走以及我们的路跑活动。那第一场次是由园林亲子杯，特别谢谢郑会长还有我们的黄主委带领着我们所有工作同仁，那举办了我们这个非常温馨有意义的一个活动。那今天我们的领跑有我们李博瑞，他是参加我们世界中的运动会的一个100公尺的一个这个冠军，象征着我们这个青年领航这个活力无限哦。那在这边除了我们的5公里的一个亲子路跑健行之外，那另外的话回到我们的会场还有非常多好吃的，那以及那个摸彩活动哦。那最主要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运动走出来，够改给心态。下礼拜开始由二水田中以及我们鹿港还有这个20的伯利欧的一个这个路跑活动，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共襄盛举。是哦，今天我们的园里狮子会举办这个路跑，那也是我们狮子会里面一个重要的活动。那希望以后我们是园里狮子会能够每年都举办，而且每年一年比一年还要盛会还要大那希望各位彰化市民、彰化的县民能够大家共襄盛举一起来参加这个路跑，一起推广这个运动。好，谢谢。感谢我们县府我们的王县长以及我们市长刘正雄市长大力的推广我们的体育活动，那让我们的园林狮子会的亲子路跑可以顺利的完成。那也在此感谢各位贵宾的莅临那让我们路跑活动办得更精彩。谢谢。好，谢谢。